再打身后，找吴磊的前插，到了底线区域，底下直接传中了，打到原点，这是个机会。吕斌先停一下，右脚直接射门，1-0，开场四分半。吴磊在右侧长传助攻刘彬彬，在后点凌空打门得分，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。这场比赛尽早的打进一个进球，对中国队来说是好消息。这是于大宝的一个长传，打穿了防线，身后吴磊没停，直接传，传得真好。凌空打得也舒服。现在我们在进攻的时候，还是以三后卫作为一个后面一个主角啊。然后吴磊从边路到内部，然后边后卫明天去再站到这个边前卫的位置上，然后在边后这方边后卫没法选择的时候，这时吴磊把这个边后卫身后去插，哎，所以说这个侧边之后传中，刘彬彬在身后再得到机会了。